宙斯。今日美国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骑士连两战大比数输球，仅十战只拿下三胜，荒腔走板的进攻和防守让詹皇詹姆斯 LeBron James 都忍不住在比赛暂停中对住队友和教练怒吼，而他站在后受访时认为球队只是暂时陷入恐慌，但他们仍是很有潜力的队伍，我们陷入了恐慌，詹姆斯说，我们又一次陷入到季初的低迷状态之中，我们必须要好好解决这样的低气压，每个人都在以身作则，恢复到我们之前良好的状态，我们真的太脆弱了。虽然骑士第十场的战绩为凄惨的三胜七负，不过自从2014年詹皇回归骑士之后，这支球队就已经克服许多困境，我们就是这样，詹姆斯说，这是我回来的第四年了，有表现很棒的时候，就会有表现比较差的时候，有时好，有时不好，这都是我们，但其实我们的潜力一直就在，而去年夏天才来到骑士的球星韦德 EWYANEWADE 对于球队最近再次陷入低迷倒是很看得开，如果你赢了那当然很好，感觉也会非常棒，比赛有起有落，胜不骄败不馁，韦德说道，当你输了一分就是输了一场，当你输了25分那也是一样，就是输了一场，同样的当你赢了25分也是赢了一场，当你只赢一分那同样也是赢一场而已。韦德哟，今日美国